近日，国外有一个男子很喜欢到野外钓鱼。这天，男子提着工具去钓鱼。到了目的地，男子准备开始钓的时候，水面突然传来扑腾扑腾一阵声响。男子定睛一看，居然冒出几条大草鱼。男子顿时高兴极了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大的草鱼。随后，男子突然感到不对劲，这些草鱼和正常的草鱼不太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。男子吓得不敢钓了，不知道这些鱼到底能不能吃，害怕这些鱼带有攻击性，随后只好放弃这里，重新找个鱼塘钓鱼，明天再找个这方面的专家来看看。祝图片来源于网络。